请求狂妄自大，结党营私，蒙惑人心，干涉国政。现定公有令，将其立即驱逐鲁国，至于其党羽，按其重犯一并捉拿归案。诺。 快速上车吧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走吧，快醒吧。等等，顺儿，你歇息会儿吧。母亲，我不累。孙儿，听母亲的话。 夫人，来，趁热喝了的。是我拖累你了。谁呀？是孔夫子叫我来的，有要事禀报。你是？米夫子，三桓逼宫向鲁军进谗言，要铲除异己。孔夫子已经被迫离开鲁国了。孟氏一向心狠手辣。 夫子猜测他定会派人抓捕异己，所以特地让我前来通报。时间不多，你们抓紧时间收拾一下，逃命去吧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多谢恩公。不谢，保重。 夫人，宋国到了。哎，夫人。 乐土乐土，缘得我所。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麦。三岁贯汝，莫我肯得。三岁贯汝，莫我肯得。士将去汝。 士彼乐国，士将去汝，士彼乐国。
乐国，乐国，原得我执。书读百遍，其义自现。狗十一，你可记得这篇经文？背语为十听。硕鼠，硕鼠，无时。 无时我属，对，无时我属，我属我。背下去。无时我属，我三岁贯乳，莫我肯顾。学子们，为师今日有一件新奇的玩意儿。 要给大家瞧瞧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。孙子，你干啥去？ 哎呀，别管了，别上去，抄家伙！啊！狗十一，你等等我！狗十一，等！站住！ 你哪儿来的野小子，胆敢偷听夫子讲课，父子问话你也不答。来将报上名来。师爷，别闹了，我母亲等我回家呢。你先别走，先把硕鼠背一遍。如果你背对了的话，我就放你走。硕鼠，硕鼠，无时我属，三岁贯乳，莫我肯顾，师将去如师，别乐土，乐土，乐土，原得我所。 他背的真熟练，我也能背。又吹牛，狗十一，你认识他？认识，他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，民子谦后母贤没饭吃，守竹竿儿。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？二奶奶，二奶奶，孙儿啊，可抬去了。二奶奶，您这是？我出来要口吃的。 在家不愿意看狗剩和媳妇的脸色，这是为何？哎呀，嫌我人老了，没有用了，怕是我叔和我婶说出来的气话吧？我得回去了，我再捡点柴火，回去晚了他们就生气了。二奶奶，我将这捆柴草送与您，婶子见了定不会埋怨您的。你空手而归。 怎么面对你母亲呢？哥，哎，妈，哎，吃饼子了，哎，快吃！母亲，我要吃那大个的。大个留给你孙儿哥哥吃，快吃。嗯。 哎，蒙儿，你怎么不吃啊？父亲和哥哥不在，为何不等他们回来一起吃？买布了，买布了啊！买鲜肉二，买布了，鲜肉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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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亲，您又喝醉了，起身，咱们回家吧。莫要胡说，哪里有喝醉呀？我清醒得很呐。就是啊，来，喝喝喝，接着喝。哎，怎么了？高尚啊，
不可，不可！论年龄，我大于你，因而，你这个碗应该比我端的低才是啊！哟，这庶民百姓哪那么多讲究呢？来喝。术业有高低，此乃鲁国之礼仪也。行行行，马福兄，马福兄。 你醒醒吧，再马福兄不过是个卖芦苇的。我闵马夫，乃鲁国闵公君之八世孙也。若不是三桓专权，我岂能流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却是凤凰不如鸡啊！ 孺子不可教也，孙儿啊，扶父亲回家。爷爷，翻身，翻身到猎头西，听得王老爷打呼噜西。 看后脸呗，还听得王二姐打呼噜去。停停停停停！爽儿，我吃坏肚子了，我先下去一趟，我去。 苇塘方便方便啊！哦，那我在这里等你。不，不用了，你们先走吧。对了，我今天在街上看见二奶奶了，您以后要好生善待长辈啊。走吧，走吧。夫人。夫人。 就知道喝酒，卖芦苇的钱呢？不是就在袋子里吗？没有。你再好好找找，那里面啊，还有我给三个儿子买的桃子。嗯，再找找啊。 没有，就是没有。你自己看看。你打的柴草呢？ 你怎么学会偷懒了呢？哥，给你饼子吃。谢谢三弟。可我想吃大饼子。给。这饼子，也肉没有，不好吃，不是小饼子好吃，还你吧。 这是什么？胭脂啊！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正宗贵国货。<笑>花了好多钱吧？只要你喜欢，狗剩不疼花钱。哪儿来那么多钱啊？你这不捡的？捡的？对对呀、啊，捡的呗。父亲回来了，一儿。你看。 父亲给你带来什么好吃的？桃子！等会儿，还有一个，哎，桃子给我，拿着桃子，给我，桃子给我，桃子给我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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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呀！你看什么看？你看什么看？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，不知好歹，孙儿。 那个钱，当真不是你拿的，对吧？当真不是。
你有没有见过你狗剩叔炖过那个袋子？没有。其他人呢？没有。跟没说一样。哎呦，我不打你不招是吧？不打你不招是吧？ 我官夫人面相，夫人心中定有不悦之事吧？对呀，我家破财了。你看说对了吧？你快告诉我，到底是谁偷了我家的钱？夫人，这钱财之事就不必计较了。你是有去无回。 有道是灾祸难免呐。什么？还有灾祸？正是。我官夫人一定是多子多孙之人，不过有一外子，命犯孤仙，与夫人命中相克，不可大意呀。 真是说，你说，妈，干嘛要笑啊？你为什么坚持住呢？啊，讨厌。 不知道这次乡里何时招你回去？不去也罢，这个乡里王为人秉性粗暴，实难伺候。断人家饭碗，受人家气，你受累了。这怎么了？哎，婉儿。 怎么了？这怎么了？被马蜂窝。烧死他！被马蜂窝捡了你这臭臭这样。疼死你娘了！大弟弟，去屋里去。不哭，不哭，萌儿。我的壳儿啊！我的壳儿啊！母亲，疼！什么味道？母亲，这是孩儿自制的草药，已经给弟弟涂上了。母亲，我疼，我眼睛都睁不开了，疼，我眼睛都睁不开了。母亲，疼！哥儿，不怕。
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快要死了？莫要胡说。来，猛儿。母亲，我要你这个没良心的妇人！马儿，哥儿！哎，母亲，怎么了？马儿，母亲，什么事儿？子谦，你是莲儿，来将报上姓名。那天跟狗失忆谈密切，记起来了吗？原来你是女孩子啊。女孩子怎么了？你最近为什么不去学堂了？家里的农活很忙，不是每天都能去的。莲儿，你手上的花在哪采的？就是在后面的山上。你喜欢，可以分给你一些。我只喜欢这两种，可惜它太少了。往那边走走，就有很多这样的花。不过那边有马蜂窝，你得小心点。真的。那你带我去吧。行。索儿，我父亲在叫我了，对不起。那我先走了。索儿，累了吧？来，坐下歇歇。过来，坐下。父亲，孩儿不累。您先歇着吧。过来，父亲有话跟你说。孙儿，父亲过几日就要出门远行了。你是家中长子，要照顾好两个弟弟和你的母亲。父亲，您放心吧。到时您要在外面多多注意身体。昨日你母亲责骂你，不要记在心上。她就是这么一个急脾气，毕竟她是你的母亲啊，抚养你这些年也不容易。孙儿，回去给她道个歉。孩儿记下了。儿啊，为父这一去，少则一个月。多则可能要半载，家里的重活要养上你的狗叔。狗叔对二奶奶不孝，孩儿羞于求他。傻孩子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叔。熊儿，什么事？叔，这是我今天砍的柴，我来送给你一些。哟，这孩子怎么这么懂事？哎，贤侄，你看我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叔，我有一事相求。啊，贤侄请讲。您把二奶奶接回来吧，以后我天天来送柴。走。您把二奶奶接回来吧。走吧，我知道。大哥，你打得真准！得你，看我的！二哥，你打的什么呀？哥哥，为什么你每次都能打那么准？你教教我行吗？好啊，只要你们愿意学，来，跟我学。手要拿稳，眼睛瞄准，像这样。不行，哥哥，你输一次。我输，你们为什么不努努力赢一次呢？你们兄弟几个玩大网呢，我也来。
不行。为什么？哥哥说了，不跟你这种不孝的儿子玩。对。好，敏哥，你呢？我听我哥的。别跟他玩。告我母亲去，告就告。哎呀！母亲，孩儿知错了。错在哪儿了？孩儿不该带弟弟们去有马蜂窝的地方玩，不该。既然知道，还明知故犯，该打。孩儿知错了，孩儿今后一定好好照顾弟弟们。孩儿一定不再惹现在的母亲生气了。母亲，孩儿知错了。孩儿。哎，这一大清早的你去哪儿了？去明马夫家了。干嘛？我去告了孙儿一状，让他欺负咱的。哎，这状告的可有热闹瞧，我瞅瞅去。哎呀呀，你吓死我了！一大清早的，你跟个鬼似的站在这儿，你想干什么？母亲，我是来……你是来干什么？你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呢？你为什么不让你的弟弟跟世一玩呢？人家母亲都找到我头上来了，你说你小小的年纪心眼怎么这么坏呀？是他们不孝敬二奶奶。他们不孝敬二奶奶，你孝敬？你孝敬怎么把你的亲生母亲给克死了？你胡说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胡说？你犯了天了你！哥哥你快走。嫂子，嫂子，熊儿，嫂子，没打。总让你过来，母亲问你话。跪下。是你不让弟弟跟狗世一起玩吗？是你惹狗叔叔生气吗？这么好的狗叔叔你上哪儿找？你说你是不是欠打？你说你是不是欠打？你是不是欠打？欠打欠打。
关雎鸠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君子好逑。母亲，父亲，您怎么回来了？你还知道回来呀？父亲。孙儿，跪下。跪下！孩儿不知做错了什么。为父前几天是怎么教导你的，还记得吗？父亲，这镜子怎么明知故问？我不就是说你几句吗？啊，你怎么忍心下如此的狠手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母亲的镜子怎么会？为父是真没想到，你居然变得如此的心境不善。现在好，可以报复你母亲了是吧？不是的，父亲。这镜子乃是生母的遗物，孩儿即便性命不要，也不敢伤他一毫啊！孙儿，你知不知道，你母亲今天差点被你气死？啊，母亲，孩儿不孝。但是，镜子真不是孩儿打碎的。你还敢犟嘴？不是你又是谁？母亲，您错怪孩儿了。你说什么？是我错怪了你是不是？你看看你养的儿啊，竟然说都是我的不是了。天地无过，父母无过。以后要更加懂事对待后母，要像对我一样孝顺，听你父亲的教诲，用心读书。孙儿，孙儿，父亲，今天委屈你了，伤还疼吗？已经不疼了。我的孙儿，父亲知道，那个镜子不是你摔的。只是，父亲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以后一定不再惹母亲生气了。孙儿，不忘生母，但是也要尊重养母。嗯。父亲，有人吗？谁呀？请问这可是闵子骞家吗？是啊。因为爷爷好漂亮哦。敢问夫人，闵子骞在吗？请问两位是？
宋国名宿，宋潜、宋隆基父子，今天能光临寒舍，实在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啊！严重严重。那不知此次宋夫子前来有何指教啊？不瞒敏兄，本夫子已经注意令郎已久，觉得他聪慧过人，宽厚仁德，实在是个读书的材料。此次前来，是想劝令公子随我去学堂读书的。如此甚好，孙儿，还不谢过宋夫子啊？孙儿谢过宋夫子。夫子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只是现在家境不济，实在筹不起学资来，恐怕要枉费夫子的一片苦心了。这难得宋夫子对孙儿如此器重，孙儿的学资我尽力筹集。父亲母亲说的甚是，眼下正是农活繁忙之际，您又时常公差远行，所以孩儿暂不去读书。这怎么行？你不上学简直太可惜了。如此可造之才，可惜呀。这样可以吧？不上孙儿到夫子的学堂读书，让他半耕半读。如此甚好啊，半耕半读。好，孙儿，还不叩谢夫子。夫子在上，请受弟子三拜。时候不早了，早点歇息吧，明天还要赶路。孩子们都睡了？睡了。让你操心了，明天我这一次出门可能时间会长一些，家里的事儿还要劳烦夫人多费心呢。孙儿自幼失去了生母，是个可怜的孩子，夫人多有点耐心吧。只要他待我像亲生母亲一样，我一定好好待他。他可是有些惧怕你啊，有时候难免有些言差语错，多宽容一些。好，知道了，快点歇息吧。好。闵子骞，来，快进来呀。学子们，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位新的学子，他叫闵隼，字子骞。闵子骞，你就暂时与莲儿同位吧。行也，天下为公。大快走！哎，锁儿，你干嘛呢？没干什么，在河边玩耍，弄湿了衣裳，回头你母亲饶不了你。
前日里我教与大家背的经文，可否有人能背下？商祺，背与为师听。关关雎鸠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商祺，学习要心神一致。有人可能背下？夫子，可否让我一试？你来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左儿，左儿，嫂子，你们家锁儿可真有心眼儿，弄个草人吓唬鸟，日后长大了还不知能成什么样呢，你可得。装什么可怜呢？这丢不丢脸呀？你不丢脸，我们还嫌丢脸呢。还出来要饭，我们这脸往哪儿搁呀？我们狗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闪开！闪开！狗狗闪开！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二奶奶？你这竖子，有你什么事？去去去去去去！走走走走走！让开！小心啊！快让开！媳妇，你没事吧？儿子，你没事吧？二奶奶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锁儿。锁儿，这次多亏你了，谢谢。谢谢贤侄。叔、婶，你们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二奶奶吧。她在最危险的时候舍身护着你们，她多疼爱你们，你们却这样对她。羊有跪乳之恩，乌鸦有反哺之意。难道你们连他们都不如吗？把眼睛捂上，不许看啊！哦，不许看！藏好了没有？没有。好了吗？他受伤了，找不到他的母亲了。那我就来做他的母亲。哎，谁呀？好像是狗失忆。咱们去看看。哎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上级让我监视你们，我迷路了，你能和我玩吗？可以，不过你得劝说你父母孝敬你奶奶。我跟他们说他不听啊。要不然咱们这样，
失忆。你这孩子弄两个破碗干什么？留着。留着。留着干什么？等你们老了给你们用，一人一个。你这数字，等我们老了让我们用这破碗呀？我奶奶不会用这种破碗吗？难道我们对你不好吗？我奶奶对你们不好吗？你这说的，我白疼你了。我奶奶白疼你了。林子谦，送你个东西。谢谢。哥，我的名字是哪两个字？这个。还有这个。那我的呢？你的是这个还有这个。那你的呢？我的嘛，这个这个。锁儿怎么还不睡呢？不知道点灯费油啊。水儿在家吗？二婶来了，什么事儿啊？老身这里给你磕头了。哎，使不得，你这是怎么了，二婶？万万没想到啊，我家狗剩啊，前日子啊，竟然给我接回家，好生的伺候我，说是啊得了损儿的教化，他们知错了。我今天啊是特来谢谢你啊，养了这么个好儿子。我。这虽然不是你亲儿子，胜是亲儿子。那当然，我有句话，也不知道该讲不该讲。您说，我听人家说呀，你经常打骂水儿，这就不应该了。这谁说的？我就这么随便一说。孙儿跟您说的？不是不是，您跟我说实话，就当我没说啊，我什么都没说，我走了。母亲真狠心，是我自己不好。那也不能打你啊，我父亲就从来不打我。灵儿，小鸟的伤好了吗？早好了，我今天还把它带来了呢。在哪儿？下边呢。慢点。灵儿，谢谢你，我们把它放生了吧。不要，我要让它陪着我。它一定想它的母亲了。我就是。我说的是它的亲生母亲。我又不像你的养母。灵儿，不许你这么说我的养母。天快冷了，小鸟只有跟它的母亲才会感觉到温暖。好好好，听你的还不行吗？别烫着我的格儿啊！饿了是不是？先出去玩会儿啊！一会儿就能吃上。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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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帮你浇吧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哎，不行。不行。二弟，对不住了，疼不疼啊？没事吧？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，是吧？哎呀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怎么了？疼死我了！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快点！怎么了，哥？我哥难道拉住我手了？怎么回事？母亲还是不是有意的？不是有意的，我看你就是有意的，就是想害你弟弟。母亲还是真的不是有意的。请母亲息怒。母亲，谁是你母亲啊？有你在我就没好日子过。你祸害死你亲生母亲，现在又要祸害我们，我让你闹。母亲，母亲，
母亲，我要用它做书解闷。母亲，母亲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母亲，母亲。哎，我叫你给我送队，在家里边气我不说，还跑到外边去乱说。现在你二奶奶也知道了我这个后母偏心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个丧门星！我丧门星，打死！不许打我哥，在家对我哥我就当是父亲，你不能这样对我哥。你们两个没良心的，给我走！没有，没有，我就看见了，你还说没有？你这个庶子！母亲，孩儿来看您了。父亲出门公干，已经三个月了。养母对孩儿太过严厉，孩儿新做好的书简，昨日里也被他烧了。母亲，您留下来的镜子也摔碎了。孩儿现在一想到这些事，心里就很伤心。记得母亲教你那句话吗？责人之心责己，度己之心度人。这句话的深意，我儿要细细体会。来，母亲给你梳头。嗯。啊，你给孩儿梳头梳疼了？梳头梳疼了是吧？母亲，啊，谁是你母亲啊？啊，你孩子不大，你坏心眼子不少啊你。跑到这儿来告状，叫你告状，我叫你告状，叫你告状，叫你，叫你！哥，你最听母亲的话了，为什么母亲最不疼你呢？你长大了，你不孝顺她，我也不孝顺她。不可。为什么不可？我不想没有母亲。哥，你还记得原来的母亲长什么样子吗？哥，你怎么哭了？哥，别哭了，你再哭，我也想哭。不哭，睡吧，乖弟弟。哥，我睡不着。那咱们再玩木头人吧。行，不许说话，不许动。一二。
锁儿吗？锁儿，锁儿，父亲，我的儿，父亲，我的好儿子，父亲想死孩儿了。让父亲看看，你怎么穿这么少啊？冷不冷啊？不冷。你的棉衣呢？还是不冷。来，把父亲的衣服穿上。孙儿啊，放了柴火，快回屋了。我回来喽。父亲，父亲，是猛儿吧？格儿。父亲，我的衣服好看吗？我的好看吗？好，我看看。都好看。我的好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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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好看。好好好好好好，格儿、猛儿都好看。暖不暖和？暖和。谁给做的？母亲。那有没有谢过母亲？谢了。乖孩子，来，坐到身边来。哎，孙儿，快进来。哥。哥，你为什么穿着父亲的衣服呀？太好笑了。夫人。今年冬天来得及，孙儿的棉衣还得劳烦夫人尽快做出来。这不是没到出时间来吗？啊？你说什么？孙儿，跟我进来，我给你量量尺寸。谢谢母亲。夫人，天都这么晚了，明天再缝吧，早点歇息。还是再干会儿吧，省得你又说我偏心。你说说你，就多心了。快睡吧，说话耽误干活。那就有劳夫人了。夫君，这次去我娘家一定要少饮酒。这次是你哥嫂娶儿媳的大喜事，你想想看，即使我少饮，他们能允吗？那也不行，要不然人家好笑话咱们。夫人说的是。萌儿哥，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走。锁儿，锁儿，快点！哎。数他岁数大，数他最娇气。锁儿，锁儿，快点！哎，知道怎么牵他吗？知道。好。吁，吁，吁。孙儿，来。孟儿，孟儿，坐好。哦，知道了。孙儿，走啊。
没事，墨儿、格儿，没事。素儿，怎么下的车呀？父亲，孩儿的手冻僵了，没有拉住车。冻僵了。墨儿、格儿，你们动不动啊？不动，不动。你听听，两个弟弟跟你穿一样的棉衣，他们不动，你会动啊？父亲，孩儿真的冻得受不了了。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不想去你舅舅家？不是，父亲，孩儿真的冻得受不了了。那就牵着牛快点走。嫂子，哟，狗剩弟兄来了。听说马福兄回来了。哦哦，他去娘家喝喜酒了。你找他何事啊？哦，走了。啊。嫂子，那有些事我就该说说你了。我和马福兄不是兄弟，胜似兄弟。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儿。哦。你不应该这样子对孙儿。你要再这样子对孙儿，我就该管了。我怎么对孙儿了？怎么样？你对孙儿不好？我怎么对他不好了？你对他就是不好。怎么对他就是不好？有事儿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让给你嫂子道歉，你怎么吵起来了？我是来道歉，这不还没来得及说吗？二婶子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给我们评评理啊。他非说我对孙儿不好，是孙儿对我不好。他哪对你不好？他哪不好？上次在集市上。是他偷了他父亲的钱，这个我该不该管他？那狗剩，那不是你偷的吗？是，我还给你，还你。这，那他为了报复我，把镜子打碎了，我该不该管他？嫂子，那也是我打碎的。看你干的好事，还有你呢。上次我来你家告状，说损儿欺负我儿，那是我编的谎话。没事吧？啊，不怕，不怕，墨儿，起来，行，不怕，孙儿，孙儿，孙儿。站起来。站起来！我让你站起来，听见没有啊？孙儿，站起来！站起来！冷。你冷，我让你冷。我让你给我装，让你。不让你装。素儿。素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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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母亲，哎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怎么了？啊，马红兄，这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贱人，给我跪下！夫君，这就是你给孙儿做的棉袄，跪下！夫君。梦儿，来。梦儿，格儿，你虚的全是思念，而孙儿，你居然虚的全都是芦花。我真没想到你能偏心偏到如此的程度。夫君，我只死了。你平时对孙儿非打即骂，我全当你是为了严加管教孩子。可是现在我知道了，你的心如毒蝎一般狠毒。如果我不休了你，我对不起孙儿，对不起他死去的母亲啊！你给我滚！夫君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马夫兄，马夫，你看在孩子份上，可千万别走这一步啊！千万别走这一步啊！夫君，都不要劝了，他自己做的事，应该自己承担。滚！你给我滚！哎，嫂子，让孩子。哎。父亲，我的确不是有意的，我真的是冻得受不了了。我的儿啊，今天是父亲误会你了，让你受委屈了，孩子。放心吧。从今以后，没有人再会欺负你。我已经把那个蛇蝎般的女人给休了。父亲，您不能这样做呀！我母亲呢？孙儿，孙儿，母亲，母亲，孙儿，母亲，外面天冷，快进屋。你父亲。孙儿，回屋去，他会害死你的。父亲，父亲，您万不可以休我母亲。我母亲她虽然有错，但毕竟把我抚养了八年。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丹呢。我不想我没有母亲，更不想我两个弟弟失去母亲。何况母亲她对你也不薄，一日夫妻百日恩呢。父亲，您就原谅我母亲吧。孙儿，起来，地上凉。孙儿。
亲，我亏你，母亲。父亲，刚才你我夫妻一场的分手，你就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吧。我以后要是不好好的对孙儿，我就天打五雷轰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父亲有你了。父亲，您若不答应，孩儿就跪在这里，绝不起身。他已经知错了，就原谅他吧。是啊，马父兄。母亲，醒了。嗯，来，把这个鸡汤喝下去。母亲，您受累了。说不好，我不敢。母亲，您不该这般自责。其实我做的也不够好。总是拿您跟我生母相比，今后我一定把您视为我的生母。我的妻儿，我的妻儿，快喝，快趁热喝。什么时候了？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还不赶紧去学堂读书？过几日我就要去赶差了。我的孙儿特别跟学堂请了假，在这里陪着赶工。孙儿，你就只管去安心念书，农活我帮你父亲干啊。孙儿谢过母亲。你可要好好读书，给弟弟们做个榜样，否则的话。否则怎样啊？否则呀，我就再给你做芦花棉袄。哼，好啊，现在这个时候穿了正合适。哎，母亲，我要吃那块最大的肉。平时母亲是怎么教你的？要先敬兄长。来，孙儿，把这个肉吃了。要想好，大敬小。长者为先。啊，对，长者为先。母亲，何时不悦？是孩儿什么地方做错了，惹您生气？您说出来，孩儿便改正。你做得很好。只是我在想，你什么时候能拜孔子为师就好了。母亲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
就算孩儿终生在家从耕，能与您相伴也很快乐。好孩子，快点吃吧。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权衡争斗，连年征战，苛捐杂税，两极分寸，贫富悬殊，民不安，国家自然不会太平。请问夫子，人字究竟为何？克己复礼为人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人焉。为人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请问其目？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唯有实施仁政，国家方能够兴旺。哎，大嫂啊，大嫂，摆布了，摆面了啊！哎，大嫂啊，摆面，摆面，哎，摆点大嫂。哎，大嫂啊，新鲜的大嫂。六，新鲜的。他们这都干什么去啊？您不知道，鲁国的孔夫子来咱们文雅台讲学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正所谓，仁者爱人。人的规范是礼，人的目的是和。人之用，和为贵。换而言之，礼要体现人的精神。请问里面讲学的是孔夫子吗？世间和美，方能国泰民安也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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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孔夫子在上，请受小女子一拜。夫人，快快请起。你我素不相识，如此一来，就承担不起呀。孔夫子，小女子有一事相求。夫人，快快请起。谢夫子。夫子，小女子虽从未读书，但久仰孔夫子大名。小女子此次前来，是为我儿孙而求情。求夫子收我孙儿为徒。夫人，自古以来，父母长辈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你此时的心情我也能够理解。但仅仅凭此，我还不能收留他。再者，养子育女，万不可娇惯。有些事情，也不必恭亲。颜回，诺，先送这位夫人回去吧。夫人，请吧。夫子，我儿并不娇惯，他是世上难得的好儿郎啊。夸起儿子毫不知谦，妻子一定是娇生惯养之辈。夫人，为师已发话，您还是请回吧。请。且慢，宋夫子，您来的正好，请快快带我孙儿向孔夫子求情啊！学生送钱，拜见孔夫子。久仰夫子大名，今日得见，实乃三生有幸。不必客气，孔夫子，您方才所讲的仁爱。不知孝算不算其一？然也，仁爱当以孝悌为本。照此说来，一位仁爱孝悌的学子，您一定是喜爱了。然也。那您为何居孝悌楷模乎？先生说的是这位夫人的儿子吗？正是。他是位后母，曾对养子做过芦花藕之馈事。如今他真心悔改，为子下跪求情，还望孔夫子成全。望夫子成全。
敢问这位夫人，你子何称啊？小儿名孙，字子谦。闵子骞，我刚来宋地，就已听其人其事，果然属真。呜呼，闵子骞，孝哉！夫子，弟子颜回，求您收下闵子骞。夫子，收下他吧。夫子，收下他吧。收下他吧。如此仁德之人，是求之不得呀。孙儿，母亲，何事？孔夫子答应收你为徒了。母亲说的是父亲常说的孔夫子，正是。他愿意收我为徒，对，此话当真，千真万确。太好了，母亲，您快回屋跟孩儿细说说。你等一下，我出去一下啊。母亲，您干什么去？我去找你狗剩叔，让他告诉你父亲，请他快快回家呀。还是我去吧。嫂子，孙儿，孙儿，嫂子，嫂子，马父兄的信我已经捎到了，不日他便回来。贤侄，你看狗叔给你带来什么了？母亲的镜子。孙儿马上随孔夫子去游学，这是我们四邻的喜事，我不能让他带着遗憾走。这终于让我找着了，可是他再也合不起来了。叔，您快别这么说，能找到这半块镜子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母亲，孙儿，来的正好。这个玉玺是我家祖传的，送给你，留个念想。母亲，你还是留给我的两个弟弟吧。这是我的心意，你一定要收下。多谢母亲。母亲，母亲，这是我生母留给我的，今日我把它送与你，使不得，这是你母亲给你的。那这玉玺不也是您家传的吗？母亲，您就收下吧。好，我收下。闵兄，恭喜恭喜，子骞能够拜孔子为师，本夫子也感到荣光啊。那还不都要仰仗宋夫子对孙儿的抬爱啊？哎，哪里哪里哪里！哎，你来这干啥？不，这大喜的日子，那我怎么不能来呀？你不是说人家相克吗？是，我是说相克呀。可是后半句他没容我说，他就没影了。你还有后半句？后半句是什么？是相克相生啊，这不是相生了吗？是不是孩子？孙儿，从今以后，从今以后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为娘好多年没跟你梳过头，来，母亲给你再梳一次头。
了。